亲爱的朋友们，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版图广东小姐李一桐，芳龄19岁，身高170公分。现在，版图广西小姐聂玉霜正在迈着自信的步伐向我们走来，芳龄27岁，身高172公分。继续，您看到的是版图河北小姐李叶欣，芳龄22岁，身高176公分。此时此刻，版图黑龙江小姐正在向您走来，她的名字叫做巴合达尔热扎别克，芳龄21岁，身高176公分。继续让我们欢迎到的是版图河南小姐李丹阳，芳龄21岁，身高175公分。继续让我们欢迎到的是来自版图香港小姐陈立新，陈立新芳龄26岁，身高168公分。现在，版图湖北小姐正在向您走来，她的名字叫做阮月，芳龄21岁，身高181公分。继续，让我们欢迎到的是来自版图湖南小姐袁婉晴，芳龄24周岁，身高是174公分。继续，让我们有请版图内蒙古小姐鄂林平，她的芳龄是24周岁，那么她的身高是167公分。让我们继续欢迎版图辽宁小姐吴婉珍，芳龄20岁，身高170公分。继续欢迎版图澳门小姐徐千言，芳龄26周岁，身高164公分。下一位将要登场的是版图陕西小姐宋小琴，芳龄22周岁，身高175公分。现在，版图山东小姐正在向您走来，王觉斐，芳龄20岁，身高180公分。继续有请版图山西小姐裴静怡，芳龄19岁，身高180公分。继续让我们欢迎版图天津小姐胡明凤，芳龄24周岁，身高175公分。让我们继续欢迎版图新疆小姐张博雅，年龄24岁，身高178公分。最后，让我们欢迎版图云南小姐袁欣，芳龄22周岁，身高172公分。
谢谢我们各位佳丽的精彩展示，再一次有请各位登台亮相。